我们今天找了另外一位小伙伴陪我们一起玩。让我看一下我的麦克风。Hello， 小白，嗨，嗨，好久不见，真的有没有七七四十九年啊？也应该超过很久了，超久好久。哇，哦、我刚刚以为这是你的 skin 哎、欸，我想说你的 skin 怎么看起来是中二？没有，在后面。你在哪里？在你后面，在你后面。是这个吗？你离我好远。哦哦，在这里。你在哪？这里。哎、欸，为什么你会有头盔？哦耶！这个头盔是那个啊，游戏里面抽哦，你都没有在玩 Hypixel 哈？在这个游戏里面，前一阵子有那个万圣节，你就可以抽造型、欸、啊。我抽到的就是这个，欸、就是一个，我应该看起来才对，这还不错。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呢要来，你知道我还记得你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 skin 是你吗？你以前的 skin 是不是苦力怕、啊？对。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个是不是去？哎、欸，被你发现了！你知道这个很久了、欸，而且我还想说，奇怪，这个怎么会放在这里？我上线的时候，我在想说，哇，那个是不是你？然后我就一直往那个地方走。我就记得这以前是你的 skin。对对对，以前是苦力怕，而且是第一个。那个时候只是挑一个苦力怕的 skin 来装饰这样。super 无敌久的。那今天呢，我们除了跟小白一起玩之外，也会跟 Bob 们一起玩。等一下下呢，就跟上个礼拜的规矩一样，等一下会有20个 Bob 可以跟我们一起玩，一场是22个人。然后我出一题，小白出一题，然后就。Okay.看谁是小画家大师咯，好不好 ？OK， 好哈。有没有看到画面上这一串斜线 Party Join Cool Looking？ 打上去之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然后我们一场就是22个人。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我们要来画的呢就是 Christmas。嗯，要画什么嘞？我还没想好，好紧张哦。我画个画不出来。哎、欸，我没有打成功哎、欸！等一下，我指令打错了，等我一下。先回去 lobby 等我一下哦，安一点呵。好，我们的第一场，克里斯马斯要画什么？画相关的东西就可以了吗？对， okay. 只要跟 Christmas 有关的就可以了。好，我想好要画什么了。好难哦，等一下。可是刚刚你进去的时候有，我应该按是才对。哦，你按否是不是？对，我按到否。你很棒哎。谢谢哦，不喜欢玩游戏又要排挤伺服器。有了，它变漂亮了。景赫有个紫色的 skin 的 Bob 很不乖，它出现两三次，不是三四次，非常非常不友。我记住他的 ID 了，他要是今天再出现的话，我就直接 ban 掉他，生气。都已经说了，要让其他的 Bob 有机会。来，今天的第一题 ，Christmas 圣诞节，所以今天的主题变人了。要来花一些我想想、哦、要来花一些有关于圣诞节的东西。嗯，按左键图还是按右键？用意念、哦、右键啊、哦、有了意念有画出来了。我画出史上最让人家觉得我不适合画画这样的东西。你会发现我每次找人来啊都是找一些不会画画的。哇、哦、我听到没有他的哭声。有没有？不要太强了啊！上次乱录，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不在，好恐怖。哎、欸，行，拜托不要在好吗？不要再监虐我们了。啊，图左边啊！哦，右方右上角可以，右上角可以回复，回到上一页。有 undo， 好棒！什么 undo？ 回去上一步。哦、oh, ，undo， 这是英文。棒棒。剩2分20秒、哦，太快了吧！不行了，我要加把劲了。有 creeper 的感觉了没？有。然后应该放一些 Christmas 的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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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是 lonely？ 什么？哦天哪，我画错了，笑到手抖。哎呦，我想打嗝了，都是因为刚刚吃了奇怪的东西。哎呦，剩2分钟，太快了，比刷，比刷，要求。好，嗯，准备，就这样。OK， 我已经用我的全力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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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No！ 耶！点击你最喜欢的画。哇！
哇塞，哎呦，右上角好可爱哦！哇，惨虐！哎，左边这一个看起来画得很有那个层次感。左上角吗？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右上角是你画的吗？我左上角是我画的。等一下，你说现在这张的左上角吗？不是，现在左上角。我刚刚那个左上角是你画的。左上角苦力怕是我画的。哦，是你的，你看我连名字我都没看到你的名字，我就知道那是你画的了。我随便改名字，所以你看不出来我的名字。哎、欸，他可以随便改名字，这伺服器有没有很棒？这个我要投好。这伺服器可以任意你改名字哦。可以。太好了吧？嗯，棒棒。这样的话，你更加谁要对战都看不出。哎、欸，左上角这个看起来这个有点会，这个有一点好像不是新手、哦。这画风看起来不像喵哈，这应该不是喵哈，好强啊、哦嗯！哇，超乱七八糟，剩两个，这画风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哇，好猛啊、哦！圣诞节被惨虐。哇塞！真难过。包包包包包，这右边比较可爱。他右边的那个右下角画的是什么？小苦力怕你呀、啊？哎、欸，以前的有没有？超有心，哦、好超有心。这个人一定是老观众，一定是老观众。冠军，冠军，我也是老观众。冠军诞生的，我是不是也是老观众？哦，对，嗯，真的是认出来的，真的是太厉害了。他右下角根本是在收买那个评审，好强啊！莉莉，又是莉莉蛋，是莉莉蛋吗？我怎么记得上次莉莉蛋也有出现过啊？好强哦！哎，忠实粉丝 ，Hello，Hello， 嗨，你在哪？我在你心里。好，那等一下，不要抢那么快。哇，我来帮你输入，热可可。热，怎么拼 ？Hot chocolate 吗 ？Hot chocolate， 这样吗？Hot chocolate milk，Hot chocolate，Hot chocolate， 你要告诉我英文怎么讲啊？热可可的英文怎么讲 ？Hot chocolate 吗？是 Hot chocolate， 热巧克力，热可可应该也是可以啦。今天的第一题是热可可，我先进去游戏， yeah， 我一定会出一个、yeah。 我连我自己都不会画的，嗯，热可可，我们先画一个杯子好了，就像小白讲的，一个杯子很重要。杯子，我们画在这里。哎、哦，怎么样？这样有吗？这样我帮帮忙。然后我们用淡一点的颜色画上它的。这不淡呢、啊？马克杯。OK， 我画完自己会笑， okay、我的天啊！来冒一点泡。Oh no no no！来，然后热可可上面通常都要有那个，这是什么啊？这是米粒吗？就是上完厕所，好恶啊！啊，上面会有可可粉。好了 ，OK， 完成了。我相信太快了吧？这个绝对会让人认出来的。嗯，还剩下一分半呢、欸。嗯，我觉得我画的非常的代表性。这是什么颜色啊？漂亮，棒！让我看看。嗯，哇，左上角这个厉害，谢谢，那就是我哦，哇，谢谢，哇，你真的加了上面那一坨东西，啊、你太可恶了、啊，你看，其他人都没有加哎、欸，哪有？我左下角，这太左下角，竟然给分，左下角，这是哎，怎么都会找到一些妖魔鬼怪啊！我叫你画热可可，你怎么放了一个我跟小白的下面？左下角太强了吧！太猛了！哎、欸，他们是时间魔法师、哦，他们是可以冻结时间，然后开始慢慢画。出西施，哎，真的是，真的。小白，哎、欸，右上角看起来好棒哦！你的、啊，你不能为自己的画投票。你这根本就是那个在那个考学测的时候把自己名字写在上面的扣分啊！哇，爱情的力量！作弊呀、啊！收买收买，这是收买我们吧？那闪电，好，这是两分钟出西施也太厉害了吧！
哇，我觉得我那个很棒的呢，哪样呢？这两个好难评哦。嗯，我比较喜欢右边，因为它有热气，不太有热气。哎呦，平手，哦、会谁赢、哦？右边。哦，要不要点爆？正在这个，嗯，那、嗯，那个，啊、这个一面倒哎、欸。叫你画热可可，你画我们两个。等一下，我们两个人是在热可可上面对吧？嗯 ，OK。哇，太强了！两分钟出西施，太猛了！我已经知道玩这个赢的关键是什么了，就是把我们两个人画上去就赢。要加入爱，对，要加一点爱进去。哇，太猛了 ！Evil Santa 要怎么画 ？Evil Santa。第三题吗？第三题，第二。我刚刚讲什么？第三题，舌头打。Evil Santa， 我要画什么啊？要怎么样画才会看起来像 Evil？ 可能要加点邪恶的东西。加点邪恶的东西。好，快，让我学笔刷。这个看起来比较难画，需要点时间。Evil Santa， 先画胡子跟帽子好了，帽子在这里。我现在正在挣扎。Oh my god！ 这游戏根本精神时光屋哎。OK， 好。Come on！ 我觉得我这个应该画起来会很惨的，很惨的。各色的红色，各色的红色。要加点这个，这到底是什么？天哪！我加了胡子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圣诞老公公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意思是什么？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我不把它改掉，就是太白痴了。OK， 我就是来自中国。哦，就这样了，就是极限。哦、OK， 哇哇哇，这个好难哦。神来一笔啊，画龙点睛啊！来啊！我觉得，来啊！哇！我觉得我猜不出你画的、欸，我在左上角。哎、欸，还不赖吧？对不对？我刚好投到左上角了。哎、欸，你看，我的长得就像来自中国的。你的是哪一个？左上右下角。我加了胡子之后，我就崩溃了。中国也可以有圣诞老公公啊，有什么问题？哎、欸，我的胡子好长，我喜欢左下角。右下角好可爱哦。右下角好肥哦，胖胖的。左下角、這個，那右上角那不是圣诞老人吧？这是谁？我不知道。我大 PK，、哦、我整个投给你。不行，你那个是鼻屎哦。哦，那个哦，那个是那个豆豆，对，哦，你是巫婆变成圣诞，哦，看懂了，哦，还是中国的巫婆，哇，两个很像，有 feel 哦，我觉得我这场有 feel 哦，欸、我觉得我这场有 feel 哦，欸、，Oh yeah， 满分 ，Oh yeah。拿下冠军咯，哇，有没有我的嘴角那种胡子还有滴下血的感觉，哇，绝妙，哇，我卡在这个画面怎么回事？我游戏宕掉了，感恩节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但是你都出了，就只好就这样了，好吧、嗯、？OK， 没有问题，来哦。明明就是我不会画这东西，我做错了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假人。你们在过圣诞节，我在过感恩节。Okay. 感恩节大家一起吃饭也会有火鸡哦，真的吗？是因为哦，圣诞节一起吃饭也会有火鸡，是因为感恩节吃不完吗？八成应该是这样，留到圣诞节，留到圣诞节再拿出来吃。天哪！来哦 ，Turkey 是什么颜色 ？Turkey， 更快。Okay. 我觉得煮熟的比较好画，煮熟一坨肉在那个地方。先用黑色勾勒出那个 feel 好了。OK， 印象中大概是这样吧。我要来尝试第一个使用新的圆形工具。啊，那超难，那个真的超难用。哎、欸，好，我放弃了，不好用。鸡翅。我只能跟你说，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我画起来像蝴蝶。
对称，这个对称的有点奇怪无敌。哦，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这样换种想法 ，Turkey 会飞，鸡翅也不是鸡翅，蝴蝶也会飞啊。等下火鸡飞得起啊？不是，不是只会拍动羽毛而已。对啊，他们是鸡哈，对不对？鸡类、欸、对，好，很好。那看起来真的像一只蝴蝶。可是我突然想到，鸡有鸡爪，蝴蝶怎么会有鸡爪？完蛋了！等一下啦！哇，我这一次我今天来搞笑，我今天负责来搞笑。真是有点，还真是有点烤焦了。等一下，等一下，小白，两分钟，两分钟。画个眼睛，可以，这个可以。有。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是这个。啊，超过了，超过了。好好好，嗯，然后耶，深色深色，阴影嘛，对不对？剩一分钟，然后。对，时间过好快，我的人生就这样子消耗了。耶、yeah, 啊，蝴蝶鸡，盘子，天哪，我在做什么？蝴蝶鸡，天哪！哎、欸，有始有终，一定要把它画好。对，很好，要把它画好，就是这种精神。错就错到彻底，也许会有一种翻转的意志。机会吗？大家不管题目，然后就只管说哇，你画的好棒，这样子吧。可是我觉得好棒，应该都到不了了。这太不像了。笑呵，有啦，有像鸡啦。让大家 OK 啦，看看，行行，金鹤啊，我忘了画鸡屁股，中间不是都要破开啊？来，哎、欸，左上角这个也太好吃了吧？有没有？哇，这个要打右下角的鸡腿啊！我后悔了。欸、右上角是一只鸡腿，好看、欸。右边的。对，我喜欢右下角的一只。他看起来很想吃那个。他看起来比较像骆驼，鸵鸟啊，不是骆驼。哎、欸，左、哦、手上讲的太不公平了，真的是太猛了吧！左上角你哪来的两个分钟可以画这个？这太夸张了。喂，这画的太好了，这画的太好了。嗯，哎、欸，右上角这不错。左边那是什么？电视机吗？没有，那是一个桌子哦。我看出来了，左边是大概是汤匙或是铁锤这些东西。耶、yeah. 哦，左上角那，这个是南方四剑客的画风哦。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画完之后我就想没办法回不去了。哦，左边那好强、哦，左边这太，左边的好猛，太细致了。它还有菜哎、欸。它还有菜耶、欸！哇塞，你看它汤匙上面还有阴影，嗯，还有光子，很离谱哦。这个是一个是煮熟，一个对，右边是它生前的样子，右边是它生前，左边是死哦。到底在画什么？我可怜的哦！哇 PK， 哇，这怎么打得赢啊？太强了啦！我们看太猛了，这厉害了！这位玩家是不是太强了？是不是画好恐怖？怎么每一场都有妖怪啊？你知道吗？怎么每一场都有妖怪啊？这是什么？这真的画太细致了。对啊，太离谱了吧！